今天的女主角换人了，我们不二的选择。高雄的女儿有一种勇敢，叫做李明玄，对不对？打出一片的天下，要能够下架民进党，唯有我们自己团结。我们没有赢，但是我们打出一场全台湾不可忽略的高雄选战，对不对？对。高雄绝对不是像别人所说的绿油油旗杆会出脚的所在，你也选到人，你也把人给支持，你得爱拍出自己的金碎的三个，给他机会，给他舞台，一如给柯贞当初到高雄的机会一样，在他们的棺木上面还可以盖上一片中华民国的国旗，这就是他们从警从军最大的荣耀。平凡的警察子弟也有办法撑起一片天，民进党连赫赫在里都做不到，你还敢嘲笑赫赫做歹旗？这绝对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逆转胜。国民党绝对不会只走顺风船，我们已经逆风太久太久了，逆风当中才可以看到我们坚定的力量。我们绝对可以下掉民进党，因为有你们重回中华民国的轨道。在1月13号，应该会用选票来做一个证明。今天站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感动，又非常的兴奋，因为呢，去年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地点，我们不管是议员，不管是里长，站在这个地方都是给柯贞满满的支持跟鼓励。今天又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又飘扬在这个场子里，今天的女主角换人了，不过跟我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因为呢，在我选举的时候呢，她是我第一个邀请的，不，应该说是第二个，第一个叫做陈丽娜，好不好？绝对不能忘记。哇塞，这个现在不能每次讲话就这样。丽娜是当我的这个新闻发言人的总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盘点哪些人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代言。明玄当然就是我们不二的选择。高雄的女儿虽然嫁到板桥当媳妇，但是呢，她永远不会忘记在高雄这片孕育她成长的一个土地，而且孩子不到2岁。明玄这么年轻，可是呢，常常在这个不管在拜票，在任何的地方，他都会告诉我，为了他孩子的未来，为了我们下一代的未来，为了让孩子有个更健康，让我们的教育更充沛的，他真的必须要挺身而出。各位，我们的3位议员基层扎根的非常的好，但是呢，扎根的这么好的状况之下呢，民进党的议员当然也认真，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要投出3倍的力气才有办法跟他们抗衡。陈志忠不管怎么选永远是最高票，不过没关系，过去呢绿4席我们蓝3席，现在他被抓去关，我们是3比3，我们平手，对不对？可以啊，3比3平手之下面呢，我们更有动力能够往前来冲。我只能说，明玄在大家觉得非常绿不敢挑战的地方呢，他毅然挺身而出。所以我们常常说，有一种勇敢叫做李明玄，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勇敢会支撑着所有的人愿意站在这个地方，不管从网络的声量，不管从任何的地方，因为我们都认为，谁说国民党的年轻人不敢站？这边站出来的，旁边站出来都是国民党的年轻人，给他们舞台，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有办法打出一片的天下。这是明玄，而且有太多太多，刚刚3位在地的议员都已经提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中央级的立委在这个地方。前阵的渔港的改造计划，它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远洋中心，可是你看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我们南区的垃圾处理的地方已经是20几年，都非常的老旧。这些不是只有地方的财源有办法支付，我们还需要中央给我们更多的关怀，所以绝对需要一个中央级的地方委员。30岁的明玄年纪比我低一半，但是呢，他的胆识、他的逻辑、他的论述，绝对比很多很多我们在场的号称为战神的人更加是具有说服力，所以这样绝对有资格进到立法院去。所以呢，请大家给我们最勇敢的明玄一个最热烈最大的一个鼓励掌声，好不好？接下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刚刚说我们唯一支持立委李明玄，
那我们也要支持国民党所提名的侯友宜。我很清楚在场很多人，我一走进来我就知道氛围，因为呢，目前为止我们党内仍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每个人都觉得他所拥护的才有资格来代表国民党。我不晓得各位拥护的是谁，我只告诉大家一个感觉，不管你拥护的是谁，要能够下架民进党，唯有我们自己团结。我去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民调低到我都不好意思讲，所有的在场的议员他的知名度他的民调都比柯志恩还要高，可是当初他们三位采取的态度是什么？还有我们其他所有高雄所有要参战的31位议员所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当我站在前面，我只要眼睛一瞟或者我一转身，全部到齐站在我的后面。各位，民调低，有这么多议员站在后面力挺，我们没有赢，但是我们打出一场全台湾不可忽略的高雄选战，对不对？对。40% 的这样子的支持率，那是我们用心打出来，那是我们5个月打下了。所以告诉大家，高雄还是我们力挺的空间。高雄绝对不是像别人所说的绿油油、旗杆会出脚的所在。你也选对了，你也当人给伊支持，你得爱拍出自己的金碎的选择。这是柯真的亲身。我感谢所有的议员，在我需要力挺的时候，他们站在旁边。我们现在的总统候选风雨飘摇，每一个人用不同的角度来告诉大家，他不够格，他不适任，他不做任何的事情，他的呵呵再打击不足以涵盖总统的高度。给他机会，给他舞台，一如给柯真当初到高雄的机会一样。侯友宜，你可以不管如何的质疑他，但是他永远记住，身为一个警察子弟，他说，当你在批判他说蓝皮绿补的时候，他完没有做出任何的辩驳，他只是不断的告诉我，当他的警察弟兄哪一天为国殉难的时候，所有的警察人员、所有基层人员，他们最在乎的是，在他们的官服上面还可以盖上一片中华民国的国旗，这就是他们从警、从军最大的荣耀。一个人从基层起来，他要不过在他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大家所热爱的中华民国国旗能够覆盖他的棺木上面。这样的人不应该是质疑他的出身，不应该质疑他对中华民国的热忱度，更不应该质疑一个从基层被中华民国文官系统一路培养到大，不是精英是平凡，但是还有个实力行动证明平凡的警察子弟也有办法撑起一片天。这次的选战不是只有和平战争，不是民主跟专制，我告诉你最基层的就是被骗与不被骗了，对不对？讲那么多干什么？在场多少的人被我们的诈骗集团、我们的治安败坏、我们的88强，不要讲那么多，不要讲蔡政府断交了多少的国家，我们只讲我们目前的治安、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我们的118课纲、我们所有的环安、我们所有的空气、我们所有的食安，我们讲讲所有的部分。老人家，我想安美理想，我们的爱理想每天光是处理诈骗事件都处理不完，需要一个安定人心，需要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稳固我们的内政、我们的安全的最佳的总统。所以我们不用看那头太多呵呵在待机，民进党连呵呵在待机都做不到，你还敢嘲笑呵呵做待机？所以呢，这是我们坚守我们的价值。所以再一次的恳托各位，民选靠大家，三位议员今天就坐在这地方，透过他们基层扎根的服务能力，再加上民选的行走，再加上他的空战，这绝对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逆转胜。国民党绝对不会只走顺风船，我们已经逆风太久太久了，逆风当中才可以看到我们坚定的力量，逆风当中我们这一排人都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各位站在我们后面挥舞你的国旗来告诉我们，我们绝对可以下架民进党，因为有你们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如何来振兴我们台湾，重回中华民国的轨道。柯真在此拜托大家，立委支持李明轩，总统支持侯友宜，谢谢各位。
点上面呢，我还是认为哦，国民党的风暴是一时的。那当然，现在呢，在七二三我们已经定于一军之后呢，整个的步伐已经重新来做一个起步哦。那你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侯市长的这样的一个看板也慢慢的挂出来。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不用见缝插针。就我的理解来看的话，目前我们已经不管在各地方的这个议长，还有呢各地方的立委，然后呢不管是主席，不管是侯办的这个执行长，还有包括我们的黄建廷秘书长，大家都会去做下乡去做出全国各地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工作。我还是相信说哦，这个目前的风暴只是暂时的，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那当然现在很多的名嘴，大家因为政论节目大家都需要有些的素材，所以呢会不断的一个讨论。但是呢，我想国民党所有的从政人员就是整个内在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军心哦。那我想侯市长应该会调整这样的脚步，慢慢往胜利去做前进的。赖清德他有在不公开的行程表示说，那个蔡英文政府他执政七年的那个马英九好，那在那个民进党哈，他有说那个不把民进党他有认知作战，那还有假消息。好，懂。因为基本上面啊，你可以看出。所有的民调里面都显示，我们需要政党轮替高成六，甚至到六成五。如果过去七年他们都做得这么好的话，怎么有会这么高的比例都希望政党来轮替呢？所以不管是邓焕娇，不管是我们的和安、我们的核实，还有最重要的是人民深恶痛绝的，就是我们的诈骗。那诈骗到底目前为止成立的数位部之后，我们人民的诈骗金额还是高达数百亿。那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对很多人来说的话，真的是大家对民进党的政府的这个施政哦，可以说是希望他能够下架的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所以我只能说，民进党政府不要自己自嗨。如果是做得那么好的话，为什么大家希望政党轮替？而且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政党不轮替的话，台湾将会面临更大的一个，不管在国际局势上面，还有包括未来整个台湾产业的一个发展，缺水、缺电、缺工。然后呢，这些问题已经给你七年半的时间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觉得生活没有比过去的好？所以呢，还是一句话，不要每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国际的组织受阻都说阿公的问题。很多时候，请把箭头指向自己，好好的做一些的反省。所以说呢，比过去七年会不会比马总统做得更好？我想人民是非常有感的，在1月13号应该会用选票来做一个证明。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